如果大家喜歡我們表演的話，就 follow 我們 Instagram。 我很喜歡歌手的Yeah.
Thank you.
你悲傷過？有一種悲傷。俾啲掌聲呢個妹妹啦，佢係同我細佬一樣大嘅啫，佢係讀緊中學，但係佢咧由中三、中二已經開始玩筆記噶啦，咁我都同佢玩咗一年、兩年，係啦，咁都見到佢有好大嘅進步，同埋都好開心有佢做我嘅伴侶嘅分量，係俾啲掌聲佢。Thank you.